现在介绍的是我们的物镜。物镜，请记得一件事情，在旋转物镜的时候，我们会使用转盘，千万不要使用这一些。如果你把它用这边旋转出去，毕业后不要告诉我，不要告诉别人，你的微生物是阿元教的。OK， 在这边这样子旋转，在一般而言对到家的时候，虽然我们的40倍物镜跟100倍的油镜是非常贴近我们的样本，但你只要正确操作的话，是不会打到底面的。在这边，我们看镜头这里会有个光圈。光圈的话，我们稍后会介绍，在高倍率的时候，将利用光圈调高调低，可以让我们的视线更清楚，更清楚。